谈到了，吹了喂。OK 了，没有吃点什么东西。你说了多好，从头吃到尾吗？我陪你吃。可是感觉这边第二家我就先挂了。没有啊，他这边吃的东西感觉没有很多哎。对啊，但是 也有比较饱的吧？妈，我要蒙古烤肉啊！哎呀，蒙古烤肉之类的。看我来花莲还要吃蒙古烤肉，好像你来花莲还是要吃 seven 一样。好，我们早餐吃完 seven 就一路冻到现在晚上9点了，累死了。累爆！你9点了？已经9点了。我也才6点。先吃点不一样的。好像可以哦。哇，饿爆了！先开动了，好饿哦。25号，30号，30号，然后这个汤就是。是很香醇。那这个价格来说，给这种汤的品质，我觉得是非常 OK 的，真的很 OK 的。而且还是在这种观光夜市。哦，臭豆腐。23号。嗯。这是好吃的臭豆腐哎。不错哎。我也觉得很有味道。有这个有，很有味道。吃到这臭豆腐，我们今天钓一天鱼的疲劳就这么消散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土豆。现在我跟 Omega 来到花莲鲤鱼潭这里了。等一下，我们准备要划 SUP 出去搞搞这边的鱼了。来，哦哦，好深 ，Omega 好深啊！行啊，坐稳了。好，脚上来。好，出发了。出发吧。OK 啊，各位，我现在准备了我们熟悉的钓竹，6尺的正粗竿，然后配1克汤匙。来吧，吹落。哎呦，来吧孩子，汤匙钓到底会有什么东西呢？哎呦，希望是好吃一点的鱼哦。泰国鲤，可以哦，这个水质的泰国鲤应该是很鲜甜。哎，你看中，中，哎，中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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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西哥鱼呀！哇，开壶了哎，好可爱哦，西哥，给你们看一下，他要留下来为我们守护这边的资源呢，好不好，孩子？那我放你回去。好，吹落去，我靠，啊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这风太强，风开始吹了。真的，我先划桨。哎呦，中鱼！哇！
哇，红猫哎，红猫哎，哦，哦，各位，我们中一只红猫，而且是，你看嘴巴上有一点一点的。OK 啊，现在换了一个软虫，感觉是可以试试看的。中，哎。中鱼，靠！我刚才停住让它咬哎、欸，它竟然还咬！来吧各位，我们又中一只哎、欸，吉利哦！孩子，怎么是你呢？然后它这个火锅里面有大肠、臭豆腐跟酸菜，还有一点金针菇，哦。这样一锅70元，很可以呢。白饭价格另外算，但在这边我觉得算 OK 的。酸菜白饭，哦，哦，它这有酸菜，整个就不一样了。嗯，非常有诚意，可以。那我跟 Omega 就先好好吃完火锅，今天真的是被吵到了。只可惜我跟他点了大辣，他却只有给我加了一些辣椒籽而已，我还以为他会给我辣油，这是美中不足的地方。辣油后面那个土地公庙有哦，那个母汤哦，哎，真正母汤，哎，吃了我会挑剔的。吃光光，什么残骸都不留。哦，好了，那我们来结尾一下。就是我最大的心得，就是说，虽然跟 Omega 出来吃东西，大多都是吃 Seven 啊，但是我们还是有吃到不一样的东西。有啦，这次比较多元化一点。有，这次比较多元，真的。还有，好了，除了吃之外的，就是说跟 Omega 出来钓鱼会累死的，真累爆。我都是从早靠到晚。哦，现在头还在晕呢。啊 ，OK 的啦。啊，不管了。都出来几次。OK 啊，反正不管等一下会不会再去吃其他摊的东西，那就先在这边跟各位说声再见了。哇，喜欢呢我的影片要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还有看看 Omega 频道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